滿咗佢哋嘅心意，大家都希望能夠表達佢哋愛護香港、反對暴力、珍惜和平，因為我哋大家打工仔知道。打工仔是能够在这里找到饭食，所以大家是非常之珍惜和平的。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队伍是出乎了我们预料之外，这么多人，我们希望大家是继续努力一起去守护香港，使到香港是更加灿烂和是更加繁荣稳定。多谢各位。吴秋辉理事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今天應該很清楚看到，我們大多數的香港的市民用一個和平團結的遊行，示範了我們要團結一致來到抵制那些暴力的行為。我們亦都發出了強烈的呼聲，就是要嚴懲暴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希望接下來的警察希望可以將那些暴徒緝拿歸案，而且能夠令到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。我們會繼續以和平、以團結的方式來到抵制這些暴力的行為。我們要團結一致，反對暴力，反對暴力。好，跟著